紧接着下来呢，我们要带来的下一段的演出，同样的也是由我们高雄市国乐团所为我们带来的《观音灵感歌》。我们用最热情掌声来欢迎这首曲子的演出。谢谢，感谢由我们郭哲成老师所领军的高雄市国乐团所带来的这一段《观音灵感歌》。接下来安排的这个节目很活泼，不管是老中青三代都应该来参加。由我们慈祥亭的许慧文老师所我们带领的这一段快乐歌的带动唱，掌声欢迎。好，那麻烦各位师兄师姐以及各位现场的观众呢，我们跟着台上的各位朋友呢，我们一起做一次这首的快乐歌。音乐麻烦。快乐来自内心的喜悦，1 2 3 4 5，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完每一天，快快乐乐过完每一年。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谢谢，太精彩了，太精彩了。那么这次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从台北来的朋友。我们知道啊，静觉妇女合唱团有两个团，1992成立的是台北团，1996成立的是高雄团。所以呢，这个接着下来呢，他们即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世尊颂》以及《心经》。
台北晋爵合唱团带上的是尊颂，歌颂的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接着带上来的曲目是《心经》。Thank you.
谢谢台北劲剧合唱团，由我们的刘金荣老师所领军，为我们带来这么动人的好歌。当然，高雄劲剧合唱团也要上台为大家演唱，他们要演唱的歌曲是《菩萨的手》。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们高雄进学合唱团由龚慧雀老师所领军，为我们带来这支非常动听的《菩萨的手》。接着我们要麻烦郭哲成先生带领的高雄市国乐团上台了，首先带来的是演奏曲《将军令》，请大家不要吝惜您的掌声，谢谢。
精彩万分的《将军令》是高雄国乐团的享誉中外的一首名曲，哇，真是气势非常磅礴。那么现在由我们的王珍妃小姐为我们来献唱这首《三宝歌》。会唱的我们就一起来唱，好不好？天成烟雨
咏三宝佛法僧的三宝颂，演唱者是王珍飞，谢谢谢谢。好的，那么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高雄市国乐团带来非常精湛的演出，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来，我们各位现场的所有居士大德们，大家晚安。因为明天呢是佛诞节，那在我们世尊的生日的前夕呢，我们在我们这么美的一个音乐馆，然后为我们佛教界带来一个破天荒的露天式的，尤其是夜间的浴佛哈。那所以呢，为了我们将来呢能够每年都有机会，能够都有机会继续延办这个活动，那我们现场呢是由我们妙莲华董事长提供呢两串珠宝啊。那这珠宝呢是价值50,000块以上，居士大德们，您发心，我们10,000元起跳。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现场的居士大德们，你们有没有人发心？我们虽然价值50,000元的珠宝，但是我们10,000元起跳，有没有呢？哎，3万啊！来，各位，有没有人还想要跟他加上去的？我想我们时间很短，我们就不耽误大家时间，我们就继续支持大德呢。3万获得这一对珠宝。那我们还有一个珠宝，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我们也是1分钟的时间就即将结束。我们后面的居士大德们，你们有没有要发心的？这个可以分期付款，1年、2年、3年都没有关系。我们杨耿明董事长呢，是纯粹的跟大家结缘，那也为了筹募这个，我相信大家也看到哈，我们现场了，这么庄严的佛陀，还有哦，谢谢谢谢，啊，我们这边没。40,000，谢谢谢谢谢谢，可以请教您怎么称呼吗？肖太太啊，我们跟我知道，但是局长说不能说。局长，我还是说我们的肖局长说不能说肖太太是他的谁。为了我们哈每那个日夜的那个安全啊，的消防局长肖继卫肖局长夫人，刚刚我们呢师父们看到说我们很多大德们都站着哈，很心疼，所以我们就把本来蛮长的一个义卖时间15分钟，我们就缩短成3分钟。那我们好，现在大家所期待的，我们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海涛法师上台为我们现场演奏演唱这一首慈悲歌曲？各位掌声不够大哦，我们海涛法师破天荒的首次哈应邀上台，我们现场演唱，谢谢师父。各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啊，我们杨耿明爱哇功能顾阿伟，首先非常感谢我们高雄的音乐才子杨耿明先生啊，因为有今天他这样子的筹划，静心长老的领导，让我们啦，今天暗时有快乐无啊？连梯顶嘛快乐，所以不爱落后啊。那么更感谢了各位从头到尾站在那边啊，我们王日升先生。啊，还有感谢我们紫菱小姐啊，谢谢海涛法师，谢谢谢谢谢谢，更感谢哇，用背影啊就可以表演真理的，哦，好像佛陀。来，我们郭哲成郭指挥，感谢人前舞团。那么他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想今天是母亲节，又是浴佛节，那么我想佛教的慈悲就是来自于孝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啊，公贵啊，友好的告诉好不好啊？孝顺当然很好，那不孝怎么办呢？佛陀在《杂宝藏经》里面也讲一个故事，伊讲过去哈，有一个人甲因老母斗阵，啊，饲一只牛，啊，因家拢咧挤牛奶的，挤牛奶的。那么迄天啊，要挤牛奶，那么伊就叫因老母啊，摕一个挤奶瓶，扛喺只母牛下面，然后因这个囝就在那边挤牛奶。但是牛奶挤，牛奶已经快满了，因老母较自卑讲，哎。卖个几个，因为那个小牛没有牛奶吃啊，你应该留一点给他这个小牛吃啊。因囝都不爱，因老母就给他拜托卖啦卖啦。结果因囝一生气就背起，好了好了，他手挥一下，一挥一下，伊手的顶头有牛奶呢。那么挥一下以后啊，他妈妈的脸上就洒了几滴牛奶。从那一次以后，这个查甫人啊，500岁，伊家压着因老母牛奶的所在拢乱去。所以各位。不孝的果报啊，啊！所以佛教里面叫我们要有一个叫孝顺慈悲，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他今天成佛是为度母亲，为度父亲，为转法轮，
啊，所以在佛陀的心中啊，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这个就是佛教最高的空性的体悟啊。我都要看这张啊，啊，问杨格明，哎呀，画得好漂亮啊，各位，有智慧都无挂碍，你的这莲花顶，安尼快乐快乐，卡翘起来，叫观自在啦。我们要有空性的智慧，但是有空性的智慧，不忘记众生的苦，莲花都是长在屋里里面呐、啊，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所以我给你唱这条歌，是由我们杨格明作词，慈悲啊！我真希望我唱得很像，啊，一定要像个慈悲的人啊！然后我是不是爱卡丁塔？哎，刚刚杨格明说你爱跟咱指挥卡到顶，啊，那是我的福报。来，阿弥陀佛！我们要用最热情掌声来欢迎现在的人气法师啊，海涛法师，请用最热情掌声来欢迎海涛法师演唱。我们在心中观想，一切友情都是我们的妈妈，希望来帮助一切妈妈离苦得乐。用最热情掌声，谢谢海涛法师带上的这首歌曲《慈悲》。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多的优秀的，我蛮想追随他的这个。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我看听了跟这个非常非常感动，好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啊。他真的唱得好，因为他要我把头发剪了，我说还要看不看哪位珠山长老要愿意收留我？我是真的会做的，跟大家发愿呢、啊。我在这一生中，我一定会出家的，一定的。希望我发这个愿，我一定要遵守，真的。我希望能够赶快有这个福报。哎，尘缘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现在看到了王大哥的那个眼中是充满了泪水，这是因为很不好意思，因为你看海涛法师都已经这样子的能够弘法利众了，那我呢还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发个愿，每个人都成为自觉觉缘的人，好不好？好不 好, 好, 不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再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由我们高雄市国乐团所我们带来的 Encore 曲，掌声欢迎。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绝。我们再次给郭哲成指挥还有高雄国乐团热情的掌声，谢谢他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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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要恭请海涛法师还有杨耿明居士以及高雄市消防局的肖局长上台，我们要颁奖给所有的协办单位，请协办单位的代表准备好。紧接着下来我们的这首安口曲式就象征今天晚上的感觉好了，好不好？花好月圆。如果掌声继续的话，应该会有安可的第三曲才对。来，我们持续的掌声，或站起来都没关系，好不好？我们站起来给他拍手，安可，别想逃，佛诞日。好，我们再用热情掌声欢迎他的第三首安可曲。来，掌声很重要，会给他们最大的勇气加持。
很棒很棒，真的，大家真心的欢喜，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现在我们要颁奖了，要颁奖、是我们邀请恭请我们的海涛法师是来为我们颁发这些感谢状，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协办单位，还有我们要请高雄市消防局的肖局长，还有我说我们促成这次盛会的妙莲华唱片的负责人杨耿明杨总监，杨居士啦，我们要称他居士啦，杨耿明先生，好，杨总监，好，我们再次谢谢海涛法师，还有杨耿明居士以及消防局肖局长来我们颁赠感谢状。那么要谢谢我们的协办单位，我们再次给他们最热情的掌声。谢谢高雄市佛教会生命电视台、法界卫星电视台、佛教卫星电视台、港都电台、妙莲华佛教数位电视台、高雄市国乐团、南星唱片录音带有限公司、高雄县佛教会、齐全慈善会和欢喜王唱片有限公司，谢谢，谢谢各位。又不是有这些发心的大善增上善人呢、这个发心发愿出力气，从上个礼拜开始，其实每个人都是总动员。那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刚才提到的各个金刚护法组，还有净觉妇女会等等的妇女会，他们也都是非常的辛苦。当然协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他们的辛苦是更是就是自己最了解的，也因此你们受之无愧，我们再给他们热情掌声，同时也拍照存证，明年请继续支持我们，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杨耿明居士，谢谢肖局长，谢谢海涛法师，也谢谢所有莅临的大德贵宾长老，还有所有的信众，还有路过的朋友，也非常谢谢你们驻足观赏。王日升和子林今天真的非常高兴，也非常的荣幸能够主持今天的这场盛会，明年我们一定还要来，大家一定要坚持我们的正念道心，永不退转，我们一起加油，谢谢大家，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晚安，谢谢。